身体里面它会被遮盖了。那现在奶奶她身体的知觉性不高，脑部的知觉性不高，反而对于灵魂成长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也因此三星老师让她今天在宇宙当中的这个宇宙之旅可以达成一个所谓的身心灵的结合汇合。好，那老师告诉我说奶奶她百年之后不会再来轮回的。哦，对对，因为我要做的事情，最主要的我们希望说能够为天上妈妈找回更多更多的孩子。那能够找回孩子，最主要是我们的灵魂要能够觉醒，我们要能够从修为当中，好，就是爱与善是齐头并进的。那我不知道奶奶有什么样的缘分，但是至少我知道今天是很感动的。好，那因为那个宇宙之旅是无限的可能，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就是设定跟框框。那所以我刚刚是在考虑说我到底要不要跟你分享这个部分，但是我觉得还是跟你分享，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很大的恩赐。好，很棒，真的是很棒。因为这是非常大家像我们佛教徒正在修，就修到希望不要再轮回了。对对对。那如果说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妈妈可以就这样就上去了，是真的很棒。因为我在想，又或许是因为你一直不断的就这样的行善哈，无私无畏的这样子为社会的一些边缘在做事，我想一定是你自己种了很大的福田。那所以刚好有这样的机缘，我们就认识了。好，那所以就是我们一直用祝福心那个陪同奶奶，因为我的灵魂会跟奶奶一直不断的连线，这是我的功课。所以我就是说我的灵魂从来没有停止工作，没有一分一秒可以停止工作的。好，加油。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好。